陳偉業議員，多謝主席。主席，剛才我上一次發言是講到有關刪除這個的律政司就刑事檢控方面，那我最後少少資料補充呢，即除了說他檢控方面的偏頗有政治任務，和這個的即關於即對和平示威人士的檢控方面的情況有政治的成分呢，所以我覺得應該刪除。另外有一點我想補充的呢，就是即關於南丫海難的即問題。我想很多市民呢，特別死難者的家屬呢，即是對整個律政署是感到失望的。到今日為止呢，即如果我理解冇錯，就關於即有關的官員或者有關的人士導致到嗰個嘅海難嘅出現咧，特別係政府部門嘅有關嘅官員咧，就據我理解就未有任何正式嘅檢控嘅啊。咁呢個我哋覺得即係對死難者嚟講，即係一個嘅失望嚟嘅啊。咁因為件事過咗成年超過年半啦已經啊，咁而報告亦都已經出咗。咁啊，但係仍然未有任何具體嘅行動咧，即係係包庇啊，係官官相衛啊，定係啲咩問題咧？咁就難以令人接受。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唔滿意南丫海難嘅刑事檢控嘅進度咧，大家都應該支持我呢個嘅修訂案469第469項，關於刪除總目92嘅3億幾。如果大家認為一次過刪除呢個嘅修即係呢個469呢個修正案過分嚴苛咧，大家可以支持長毛嗰個修正案啊，呢、這個就係長毛個修訂480啊，係削減總目，即係分目000啦，將總目92削減250萬，呢、這個削減大約相當於律政司刑事檢控專員薪金的全年預算開支啊，咁即係減呢個楊家雄的職位啊。咁啊，作少少介紹咧，其實楊家雄最近至上任嘅啫，係2013年咧，即係6月至呢個上任。咁喺早個禮拜嘅事務委員會咧，就我同佢都有即係言論上嘅交鋒啊。即係關於呢一個嘅報告是否公開嘅問題，咁就大家都清楚知道啊，即係當時咧之前呢個運房局局長張炳良咧就向呢、這個公眾同埋向傳媒，亦都向呢個死難仔嘅家屬咧報告未出之前咧多次細神劈怨咧，就話即係一定會即係好誠實啊，同埋一定會咧係盡量公開嘅報告。咁最後幾百頁嘅報告咧，大約淨係公布咗呢個嘅十分一啊。咁呢一個嘅報告嘅唔公開，呢、這個運房局局長咧，即係做咗官唔係好耐咧，已經識一味喺度推卸責任㗎啦。其實呢個運房局局長，我喺呢個議事堂都多次批評，即、就、係、是、我對佢係絕不信任嘅，係嘛？即係呢個政治菠蘿雞，絕對唔係一個可有誠信嘅人。咁就有關呢個嘅報告唔公開，其中嘅理由就係由呢個楊家雄提出咧，就話基於刑事檢控啊呢方面嘅問題，就講到就話如果公開咗呢個報告咧，就會影響呢個刑事檢控，亦都引用一啲嘅例子或者過去嘅案例。就話以前有啲法官都裁定過咧，即係如果公開咗某一啲嘅報告咧，就會對刑事檢控方面構成唔公正咧，可能就導致到個刑事檢控敗訴。咁呢、這個即係佢嗰個演繹咧，亦都有唔少法律大律師嘅專家公開評論咧，就指責佢嗰呢個講法咧，並非係事實嘅全部啊。咁但係即係整個報告，你係咪全部九成嘅唔公開部分都涉及到話影響刑事檢控呢？係咪？即係呢個好大問題嚟㗎喎。你係咪遮咗個名，遮咗某啲日期，遮咗某一小段
咁啊，對某啲嘅刑事檢控，即係可能構成偏頗或者某啲構成唔公平，係嘛？但係大家如果記得，即係呢一個嘅許仕仁呢個案，喂，被告之前都9000多萬個報道啦。咁所以即係好多過去重大嘅案件啊，即係涉及到好多嘅報道同埋好多資料嘅透露咧，係咪嚴重過呢一個報告裡面所講嘅內容咧？呢個係令人難以接受同埋理解。而過去涉及到人士涉及死亡喺意外中死亡而進行調查嘅，我自己親自參與呢個當年觀龍樓嘅事件咧，即係亦都好多嘅資料咧，透過立法會嘅公開聆訊咧，係呢個攞到亦都即係證明某一啲嘅責任。咁當然有啲嘅資料係年事已久，咁但係等同一樣啫嘛。你沉船有啲嘅事因，有啲嘅成因，都係之前唔知幾多年前一啲嘅官嘅行為而導致嘅，係嘛？咁你過咗年紀，有關官員都退咗休，最令人難以接受嘅就係俾人一個放生嘅感覺噶嘛。即係數以十計嘅市民呢個嘅遇難死亡。咁啊，有關嘅官員可能喺呢個報告裏面被指責要承擔責任嘅官員，真係可以正常退休，繼續享受呢個公帑納稅人俾佢嘅錢，繼續享用呢、這個啊舒適嘅退休生活。咁你問下死難者家屬嗰種嘅憤怒同埋悲哀個程度係點咧？咁所以當時我就指責我同呢個專員嘅對話，大約就係話：喂，你就講呢一個嘅要維護呢個嘅啊，即係法律嘅公正性。但係社會公義去咗邊咧？係嘛？死難者家屬嘅權利去咗邊咧？你作為刑事檢控專員，你唔係淨係揦住自己嗰個刑事嗰個檢控嘅準則，就完全漠視呢個社會公義噶嘛？你而家收緊嘅係納稅人嘅錢啊嘛？你鬥緊250萬人工啊嘛？你而家又同我講話，基於呢個檢控你怕失敗，影響呢個刑事檢控啊個機會贏嘅機會，你就漠視咗公義，漠視咗呢個嘅死難者嘅基本權利。所以當時我就即係譴責佢完全漠視呢個嘅公義。咁你睇翻呢一位楊應該可以叫專員啦，係咪啊？檢控專員，即係佢個經歷其實咧就其實喺刑事檢控方面嘅經驗其實唔多㗎喎。我最近抄返呢啲資料係咪即係佢先前嘅專員呢，前刑事檢控專員薛偉成呢，喺個刑事檢控嘅經驗呢係更加係資深同埋呢一個嘅即係權威嘅。咁其實呢、這個楊家雄呢，即係喺呢方面嘅經驗呢是較為呢個嘅缺乏嘅，係嘛？咁啊，雖然楊家雄喺被委任刑事專員之前咧，已經擔任大律師咧25年，資歷就好深嘅，喺大律師公會排名第6啊。咁但係過去甚少咧喺外國，同埋亦都冇乜擔任過其他政府部門嘅工作，係嘛？咁據我了解咧，或者據有啲人嘅透露咧，佢當初根本唔係想做呢個刑事檢控專員嘅。因為政府內部揾唔到人呢，即係揾佢咁樣，係咪？咁佢主要嘅擅長呢，主席呢、這個據資料顯示呢，佢個即係做咗25年大律師，或者去呢個刑事檢控呢方面負責之前呢，佢嗰個嘅擅長係商業法、商業罪行、證券法及市場失當行為。喂，大佬，喂，唔該你去即係呢一個嘅聯交所、證監或者係幫嗰邊做啦，係嘛？喂，你而家講緊呢一個嘅檢控、刑事檢控，你個專業係專業化，你同我講話基於你嘅經驗、你嘅專業嘅判斷，你唔公開呢份報告，即係呢個可以話係即係方天下之大謬。咁所以主席，即係基於睇完呢啲資料，其實我上即係我先前即係睇下長毛嗰個嘅修訂嘅時候咧，我自己都
即係冇乜感覺，亦都冇乜反應，係咪？因為當時完全對呢一個專員呢個職位咧，可以話係即係全不知情嘅啫，唔係好熟悉。但係自從上即係個零禮拜前同佢交完手之後，即係再仔細睇翻啲情況，叫個助理進一步去抄抄呢方面嘅資料，睇完之後咧，即係更加覺得即係我哋要除去呢一位楊家雄刑事專員咧呢一個嘅撥款嘅預算啊。咁另外我想講一點咧，主席，就係有關呢一個嘅即係所謂即係誠實嘅問題。因為喺上一次嘅會議裏面咧，楊家雄就多次強調佢哋係誠實嘅啊，等同呢個嘅運房局呢個局長一樣。咁但係你份報告九成唔公開。喂，我就话你喺个黑暗里面，你做啲乜冇人睇到，你跟住就话自己好诚实，啲人又睇唔到你做过啲乜，你都唔睇唔到你继续做乜，喺黑暗中嘅诚实，自称黑，即系喺黑暗中自称诚实，就等同谎话啊嘛！呢个正正就系梁振英嘅语言艺术啊，最叻嗰部分，即系永远就系将啲嘢讲到好似好大，讲到好似好实，讲到好似好有理据咁样样。但係有時就空洞無物，跟住日後咧，仲一啲用一啲似是而非嘅演繹同埋邏輯咧，就將以前講過嘅嘢咧，你個理解方面咧就完全係扭曲同埋係錯誤嘅，係嘛？好似佢講即係呢個自己僭建問題等等，好多時咧就話我冇講過，我冇做到啊，真係係嘛？即係等同咁嘅嘢，所以呢個處長。講話係自己誠實，講話係即係要捍衞呢個嘅刑事檢控啊，即係嗰個嘅尊嚴啊，同埋嗰個嘅需要咧，即係我覺得等同係呢個嘅廢話同埋謊話連篇，係嘛？對呢個死難者嘅家屬嚟講咧，可以話係喺呢個嘅傷口上呢個撒鹽。你再睇埋佢嗰個資歷咧，更加覺得即係其實佢冇乜資格即係講呢一樣嘢。係嘛？應該我哋要揾一個更加有呢一個嘅即係經驗喺呢方面有專才，喺刑事方面有呢個專才嘅人咧，係去接任呢一個位。咁啊，因為當時都好多傳聞嘅，係嘛？即係譬如話呢個鄭華軒家打緊官司嗰啲啦，係嘛？同埋呢個麥高義嗰啲都曾經即係傳聞過會做咧。咁但係可能有大官司打，仲好揾，即係未必要中意做呢啲職位咧。咁可能最近即係刑事檢控好穩啊，即係冇乜人願意入政府做嘢。咁咧，所以基於呢個理由咧，希望大家即係能夠接受啊。你唔支持先前嗰個整體刪除呢個刑事檢控科嗰幾百個職位咧，大家就支持阿長毛啊。我呼籲大家唔支持我都好咧，都支持阿長毛啊。呢個修訂案480，將總目92咧刪咗呢。即係250萬。